我们可以讲说，妇女越做爱越健康，越做爱越年轻，越做爱越有魅力，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我们从医学上来讲，在做爱的时候，身体循环都马上会变好。它从里到外，从脑部的荷尔蒙分泌到自律神经，全身都动员起来，让你全身非常快乐，然后得到一个正向的调节，包括你全的皮肤、内脏的血管会保持弹性，油分泌一氧化氮，皮肤的最表层会得到很好的养分。在做爱的时候，你全管充分舒畅，末梢血管也会放松，减少硬化。做爱可以增加你的荷尔蒙，甚至可以延缓更年期。妇女在有充分荷尔蒙的时候，她的三高也会相对减低。如果都没有做爱的人，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因为心脏血管造成的死亡率会高出三倍，这一点已经医学证实有正面的效果。其实男生跟女生好像要求的比较不一样，男女生在高潮的出发点跟结束点不一样。男生从阴茎勃起开始就是已经达到高原期，一直维持到射出那一刻就达最高期，忽然间心情像那个冲天炮一样飞向天去，接下来就熄灭了，好像从天堂忽然掉到地狱。女生高潮的时候会像眼前一见薰衣草草原，那又射进金色的阳光，春风吹来非常和煦我好希望永久这样躺下去，这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女生是很幸运的享受高潮，男生是高潮接下来就是灾难的开始，这是很多女生所不了解男生的心情。所以在做爱的过程跟结果，女人永远是赢家，男人是付出贡献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女人还是要了解男人的苦衷。Hello， 欢迎收看健康点点名，我是怡安，在每周五的11点钟准时上线哦。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呢是泌尿科以及妇产科的权威潘俊亨医师。潘医师是不是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各位观众朋友好，很高兴跟大家见面，我是爱丽生集团的院长潘俊亨医师，也是芦洲爱丽生妇产科医院的院长。您过去在不管是泌尿科或者是妇产科都有担任一些理事，对不对？是。所以呢，今天我们请到这个潘医师当然是要谈一些很多人都不敢启齿、想问又不敢问。今天啊，潘医师来这边就要帮大家解答。做爱其实是好处多多，而且大家知道吗？这个做爱呢，其实是可以降低死亡风险的。这医生是这样子吗？是的，我们可以讲说，妇女越做爱越健康，越做爱越年轻，越做爱越有魅力，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那女人有人爱，她当然是会漂亮啊，心情会好啊。好，最重要，我们从医学上来讲，在做爱的时候，你的身体循环都马上会变好。这个循环变好，不是说我去做 SPA 身体表面，或者说我去健身房运动，它从里到外，从你的脑部的荷尔蒙分泌到自律神经，全身都动员起来，而且都在一个正向的状态，让你全身非常快乐，然后得到一个正向的调节。包括你全的皮肤、内脏的血管会保持弹性，而且油分泌一氧化氮，然后皮肤的最表层都会得到很好的养分。本身你好好做一次，会消耗2500卡路里的热量，所以也是一个减重的方法。如果晚上今天睡不着，做一下做到高潮，保证你不到几分钟你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而且睡得很快乐。常常有很多我们固定的同业神经科医生，他吃忧郁症的药吃到很重，那个医生说你可能缺乏荷尔蒙了，接近更年期了。然后我跟神经科医生合作，给他四样荷尔蒙，结果呢，隔三个月他的安眠药量减半了。然后心情好起来了，他说他恢复到一个类似以前恋爱的心情，那忧郁症药也可以减量了。等于是说失眠跟忧郁症都可以，跟荷尔蒙有关，但是做爱可以增加你的荷尔蒙，甚至可以延缓更年期而且会让你的神经血管的疾病
都大幅降低。嗯，它这个是2020年的这个期刊研究出来的，每个月都有做爱的话呢，至少可以降低50%的死亡率。原因是因为医生有提到就是血管的硬化，心血管、这个、对，在做爱的时候，你全管充分舒畅，那个末梢的血管也会放松，减少硬化。然后呢，妇女在有充分荷尔蒙的时候呢，他的三高也会相对减低。嗯，如果都没有做爱的人，到了更年期的时候，他的心脏血管的疾病，因为心脏血管造成的死亡率会高出他没有做爱的3倍。哇哦，所以这一点是已经医学证实是有正面的效果。哇，你说连三高都可以降、都可以减，那真的是不用吃高血压的药了、真正有病还是要治疗，但是绝有效果。好，我们先补充一下其实做爱有什么好处呢？对健康上面刚刚其实医生有讲到几个，一个是减轻压力，另外一个就是燃烧热量2000多卡另外呢，提升免疫力，降血压，就刚刚提到三高的部分。另外就是让心脏更健康，因为你在做的时候，心血管这个部分。然后另外呢，能止痛。那个大脑皮质会分泌一种我们叫做催产激素，那是一个快乐的激素，让你身体产生一个正向的作用，自然可以让疼痛的感觉会消失。另外呢，还有减轻尿失禁的症状，降低前列腺癌的几率，甚至是刚刚医生提到的忧郁症的人或者你失眠的人可以增加你的睡眠品质，因为你可能做完以后身心舒畅，一觉就到天亮了。还有让你更年轻，还有长寿。哇，12个好处，其实呢，性生活也反映了身体的健康哦，可以说是运动也促进了这个身心的这个幸福感。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斐尔益生菌，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GABA、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斐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7大保证，7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